所谓资深的高级的行政议员，其实这个是称呼自己爽罢了。每一个都三年半哪有资深的，他说有地给华小，甚至他常常都宣布。但是大家要了解，不是到处有空地就可以建华小，不对了。我们要建华小，应该要有比较有策略性的地点。所以到今天，雪州还没有拨出任何一块地成为华小的用途。伟大的首席部长到今天槟州也没有给。我也公开的讲了，说雪州的中行政员如果在处理土地的问题不是很了解，他应该打一个电话给蔡希立，我会很乐意的跟他们分享。真的是因为我敢说我有丰富的经验，而为了华小，我们能够共同的努力。